1200多种蝴蝶与8000多种鹅，全都生活在哥斯达黎加这块小小的土地上，因此这里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鹅与蝴蝶之乡。这个富有魔力的热带国家，充满了无限生机。从云雾林到海岸，自然永不止息。动物前行，舞动，睡眠，在山上、河流和雨林里，生命不断带来震撼、惊喜与惊奇，尽在美洲的这颗小小宝石里。